这个男孩呢，就是在指商品，来查看这个成分，查看价钱，只要手一指，马上感应得到哦。这好像一本一本的百科全书一样哦，哎，马上就可以知道我们所吃的东西、所用的物品，还有我们的食物安全问题呢，在未来呢，应该也不会是问题了。